塞克啦，马尔代夫，成熟稳重啦，眼屎冇厕纸啊，美剧啊，咁梁朝伟咧，煎酿三宝，露腿啦，唔洗头出街啦，玩 pair 牌啦，成面暗疮，儿童节啦，喊包，睇卡通啦。就嚟生 BB 嗰輪咧，就都開始爆發咗呢個疫症，咁都會緊張，就係多啲留喺屋企啊，唔敢出去太多咯。而家可能變咗呢一個問題變咗全球化咯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衞生啊，同埋都有健康嘅身體咯。生完 BB 都有仲有成廿磅咧，未落磅啊！有 BB 嗰時有140磅啦，而家仲有20磅，唔食嘢又唔得喎，只能夠係慢慢即係可能拉長啲嘅時間，唔好咁心急咯，叫自己，我自己都有啲急嘅，咁就坐好個月先咯。咁呢個月都食咗好多嘢嘅，希望就趁呢啲時間可以補翻個身體啊嘛。點解會突然間結婚啊？其實都唔係好突然噶，因為我都比較年長噶啦，都係咁啱又遇到，然之後覺得又係時候咯，樣樣都係夾得好 match 咯，咁所以就有呢個決定咯。結咗婚之後會唔會諗住唔做嘢啊？其實唔會咯，雖然我係一個媽媽啦，但係我又好中意我嘅事業，即係演藝嗰方面，所以如果有機會啊時間許可啊，我都好想再喺呢一方面再有發展咯。我點解可以咁堅強？我覺得係因為屋企人俾咗好多嘅 support 啦。以前拍劇哇，真係不眠不休，拍到天昏地暗啊，又連續幾年都即係唔會有休息啊。雖然係話好辛苦，又冇諗過放棄咯，係因為又係中意，然之後即係媽咪又會俾所有嘅 support 我啊咁。所以都不會覺得辛苦。結了婚之後一個人和兩個人的分別，其實是多了一種支持，其實是各方面的，開心不開心又可以說一下，就是有一種溝通，除了是很親密，就是家人啊，有一個伴侶一個就是他又可以明白自己，其實這一種是很難找到的。